Quel est? Quel est? Tchadze.各位学员、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每一次上课到这一堂课的时候，我都很高兴，因为不止大家的心情好，我也好，因为等一下就要回家了。你看，3天没有回家了，想不想家？想不想？想不想？哎，不想。上课喜欢上课，对不对？好，很好，你就继续上课。这个他们讲哈，三工是来讲哈，真艰苦啦，恁是来讲，我足清楚的啦。卖讲恁艰苦哈，我嘛足艰苦的呢。我虽然无去上课，坐在楼下哈，很无聊呢，真的很无聊。无聊，反正比那个上课哈，我宁可上课，我不想坐在下面无聊。不过呢，已经也经过47届哈，已经习惯了。想让大家被大家凶，就是台湾的地位为什么会那么难？最主要就是因为国民党把我们台湾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改变了，而且他改变的很有技巧，很有技巧。里面当然很多很聪明的也会发现，可是你发现很多现象，你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所以呢，利用这一堂课呢，我很简单的搁再去拜。来讲这个台湾的真正的历史很简单的简介一下。在1895年4月17号，大清的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他把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天皇。这里面的重点在哪里？在永远割让。那英文来讲呢 ，full sovereignty。其实 sovereignty 这个字啊 ，sovereignty 主权 ，full 是全部的主权，它割让给日本天皇。问题是这个 sovereignty 这个英文字变成汉文主权的时候差不多100年前，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 sovereignty。他不懂什么叫主权，因为他们也说中国人他们很少，几乎是完全不念这个国际法，所以这个 sovereignty 这个字在中文的字典里面才出现了，只不过是在近几年里面才发现。以前大清的时候还有明朝的时候，因没有那个主权观念，他只有什么观念？管辖，我管辖这一块无土地管辖，那有管辖权是不是就代表你有主权？未必见得。你殖民地有管辖权，可是你有没有他的那一块土地的主权？没有。所以要记住管辖权跟主权是不一样的。管辖就像刚刚讲厝，你这间厝你甲别人租的，租的厝迄间厝的范围，你以为你是租的，所以你有什么？你有管辖权，你有管理权嘛？可是你有没有那个房子的主权？没有，你不能把它卖掉嘛？这个卖掉主权的卖掉的里面就英文里面出现的 claim 主丢呢，就是对这块土地、这个房地产，你没有那个主张权这是不一样，这是在国际法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所以1895年的4月17号，那个时候。马关条约签了以后台湾跟澎湖还有台湾的周边群岛，什么叫做周边群岛？就是说他周边的群岛什么是周边？这个问题在这个国际法里面，周边群岛是什么？就是连州会你们看说台湾和这个叫做间隔群岛和其他的小岛南屿那些没连州会有呢，在对连州会土地地底下都连州会，连州会这些土地那些岛屿都是算周边群岛。所以马关条约里面大清帝国
已经把台湾、台湾的周边群岛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但是我们所念的书告诉我们说，甲午战争失败，签了马关条约，中国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政府，啊，跟你说日本窃占台湾。事实上啊，日本哪里有窃占？窃是什么意思？饕餮。日本偷的台湾，那我就在台湾，敢一抓物件呢？敢一个桌顶的柑仔，才第一落地啊，安尼无看。各位，台湾这尼啊大地呢，敢有法互你切？有法互你偷的？但是吼、哦，咱台湾人因为教育的关系啊，哦，日本偷的台湾，所以我不愿意当日本人。其实不是这样了，建军失败，挂火人，而且建军是因为台湾的关系来打败仗吗？没有呢。台湾何其无辜啊！无咱的代志呢？中国清朝的这个这個、那个那个舰队去予日本啊拍败，甲消灭。哎，啊毋是爱赔人，啊赔讲嗯啊挂台湾赔。这是干那什么代志的？干那讲这两个人相拍，拍拍来讲吼啊安尼啦，这个汤先生你今无法度来赔伊安尼，是无道理呢。但是以前。以前的人也蛮唔知影这个代志嘛，所以这个万国公法内底，在国际法内底有规定吼，殖民地是民地啊，才可以割让。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能割让。啊，上面叫做神圣不可分割。所谓神圣不可分割啊，伫主权法内底有啦。自然法这有一点，我讲较简单，互你听有诶。刚刚的秘书讲，我这个身躯内底，我的内脏就是我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台湾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为什么？因为原来清朝拥有台湾这个拓殖地，这个土地只有什么部分？再看一遍他的地图。那个时阵，清朝伊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管辖权，刚刚有一半而已，你有看哈？左边六个屯垦区。啊，这个西中看讲，竟然建军失败，讲规拢挂好人啦。包括右边的这个土地，不是他的管辖权，是咱的高沙族的管辖权，一土地嘛，给挂好伊。啊，因为高沙族啊是一个部落，他是很多的部落，十几个部落，所以他十几个部落并没有主权，所以十几个补权那个主权的部落没有主权的时候呢，没那蒋介石十几个部落把它联合在一起。只有战争法里面只有一个方法，征服，就是派兵去给他统一，去给他打败，打败以后啊，打败了以后啊，就把他整块土地啊变成一统，这个时候就变成主权建构。所以台湾自古以来有一个完全的主权的建构，是日本人日本时代，在什么意思呢？大概在1915年的时候了。所以1915年原来一提到这个土地是1895年，经过十年，1905年的时候啊，这个也就因为高沙族啊一天到晚在反抗，日本政府讲这个不得了，哈、哦，哎、啊，当然嘛，有时有高沙族的人也有反应呢，哎，你日本没有资格统治我啦，这是我们的生活领域，这是我们的生活地方，你怎么可以日本人过来呢？啊，日本人说。嗯，阿都，日本天皇要我来呢啊！清朝的皇帝把你割给我啊！啊，他们当然不服啊！所以日本人为了这件事情啊，就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这国际会议呢，有请美国住伫中国清朝迄当阵的迄、那个也做厦门的参议来开会。啊，开会以后，因为现在叫美国，因为美国有跟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开会结论一致决定说，印第安人没有这一块土地的主权，他只是有部落，只有管辖权而已。所以，迄个1905年开始，日本开始派警察跟派兵，从北部啊打打打打到最南部，终于把整个台湾所有的住民。全部征服，讲征服是比较好听的哈，慷慨。实际上讲打败了，要怕败去啊，怕败以后，日本帝国
能够统治整个台湾，所以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的建构。啊，我们怎么知道有台湾主权的建构？因为在1922年的2月6号那当中啊，有一个华盛顿裁军协定，九个国家第19条的条文里面规定下个就清楚，他们都承认台湾澎湖是属于日本帝国的土地。为啥来？所以以前中国过去在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上课以后跟他讲得这么清楚，他们也看到了网路，他们终于承认。所以他从那个以后他没有再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怀疑不？拍手啦。我们自己争取到的，啊，你不要拍手呢吼。啊，你不怀疑吗？啊，你好，啊，你开别讲，你伫外口，所以去外口，有人讲吼，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有的人就讲吼，啊，中国会不会同意？跟中国什么关系？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怎么同意？我家要干什么，不关你的事啦，对不对？你别给查某囝，中，哎，给别个，哎，未使给，未使给。啊，不你给他娶嘛？当然不要娶，要嫁伊啦吼，还是开玩笑来讲啦。所以你看哈，这国际法理这么清楚，上界厉害就是我感觉中国啊，中国啊，很多的学者啊，比台湾的很多一些受到中国国民党这些错误历史教育的人啊，中国人比较聪明。坦白讲，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啊，比我们一些台湾的一些笨蛋啊高明太多了。他们对于国际法的研究啊，因为我哪会知影，因为我有常伫因的网站哦，我看到因写的文章，有的很多学者怎么讲呢？事实上，台湾跟中国已经情理法都不属于中国，他们自己写的。所以我讲哦，那个公元2007年，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开始去研究战争法，跟武汉大学合作以后啊，编了一册2009年出来的册啊，有关战争法的部分呢、啊，坦白讲，中国很多的学者研究的结果跟我的东西啊几乎是一样，我不敢说他差我而已啦，但是这部因为战争法这是全世界都能研究的嘛，人家研究很清楚，颠倒我们台湾一些学者都用感情的啦，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听起来很爽啊，但是台湾敢真的台湾人的台湾，刚才秘书我说报在国民饭店的人，这国民饭店是他的，你如果这个会通，另外那个就会通嘛，对不对？啊，那个不通，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就不通嘛。所以呢，你也知道，有的是政治上的口号，话让你欢喜，话让你爽的，要让你当票给他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拢吃袂到呢，你也看现在选举，哦，机票开一堆，啊，市搞拢无人做到啊。六三三，马英九讲的，到有六三三，连三三六都无嘞。全部跳票，跳票啊，对不对？所以你得爱怎样哈？咱爱较巧嘞。你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自己要用自己的判断。你不要说哈，政治人物攻，政治人物攻下，一路攻下。我伫底下你讲哎，你也要去判断呢。你不要认为说我讲的都对呢。所以我有一本册，你的册你去看。你如果能够找到任何一个法理不这个不清楚、讲不清楚，你都可以问我。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三四年来我向全世界挑战没有被打败过呢，所以你买那本书你去外面绝对很清的啦，这样好不好？那说台湾的地位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论述还在往前面推进之中，我们已经推进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马关条约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但是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日本天皇采取什么手段？
伊采取讲，啊，这块土地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拓殖地，所以伊在安那，伊在想办法按照万国公法，和这块土地完了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安边那做万国公法，我跟你讲。所以在1937年，伊开始实施皇民化，所以很多的高沙族的人改了名字，对不对？因为我也改了，我的名字，我的祖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名字改成武林，他可以拜下去。我已经变成武林，但是你也知影吼，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呐，伊开始啦，文公就是甲你用真济文字甲你骗，讲吼。台湾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各位，台湾不是以前就是中国土地，只有那个六个屯垦区中国有管辖权而已，更何况高沙族跟你毫无边呢，你管也没这样管你，所以以中华民国想办法要消灭高沙族啊。怎么消灭高沙族？很恶毒呢。本来高沙族底下的时阵有多少人？有120万，现在剩多少？51万。你可能在座，你不一定想象得到了，51万而已呢。啊，别人给你改变，很简单嘛，叫你改名嘛，他更改你的名字嘛。哦，跟你讲，那个高山两个字不好了，是歧视你啦。啊，因为高山有高山的意思啦，所以是歧视你。错了，他讲说高山族是高山人，原住民，然后他自己称他自己，我是从中国来，所以我叫做新住民，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讲？他是新住民，那你是原住民嘛？那我问你，过50年，过100年以后，你讲你是原住民，他怎么讲他自己？伊嘛原住民呢？我也100年啦、啊，我也叫原住民啦、啊，所以原来的原住民怎么样？没有了，都跟他一样了，被他消灭了嘛。所以到今天为止，高沙从120万。变成今天51万，你想想看，胡锦涛也像你要好心，提回的高金素梅1亿还是2亿？哦，你带回去发给你们的高沙族人，他会那么好心吗？你喜欢吗？他会那么好心吗？他是有用意的呢，让你对中国有好的印象，让你不知不觉被改变。对台湾人也同样啊，本来是一直在恐吓台湾人，你如果要独立我就打你，所以很多台湾人不敢说要独立，但是我们今天正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我本土台湾人我不独立，因为我不独立，因为我不愿意脱离日本天皇，用日本天皇给我按，喜欢来给我按，因为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已经公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所以台湾有事情，你日本就有事，所以你不看，你不一定算不完吗？台湾有事，如果你中国敢打台湾，日本马上对中国开战，为什么？平白无故，他怎么不爱说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啊，这中国跟菲律宾啊，菲律宾，中国人去打菲律宾，日本人不爱讲哦。如果你打菲律宾，我就去帮忙菲律宾，敢无？没有嘞，光台湾呢。所以可见，日本人，日本的新的政府，伊嘛哩等你台湾人爱甲你表态呢。你自己要表态，你自己要发现讲你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最近有接到日本人来批啦。你说哦，你们讲的对啦，啊，台湾人也是日本天皇的国民。我说对不起，是臣民。因为你日本的宪法改变了，第4条、第9条改变了以后，日本天皇只有承认说，你现在的日本的国民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国民，不是臣民了。我们今天还是臣民呢，所以呢。你要上你们回家以后，你一定要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注册，啊，到我们的官网注册。各位，这东西建议呢，日本的外务省在去年差不多将近1年前到我们这里来访问两位来，
我给这里好，我拿这个东西给他看呢。我说，我请问你，这个招书还没有用，还没有有效。你看那样，两个同时回答我，有效。我说为什么有效？因为日本天皇的印章在上面，所以日本天皇的招书有效呢。所以呢，咱懂咱的，我们跟美国谈判一样啊，美国说 ，OK。你要让日本天皇来承认你们啊，所以我们才去年开戏啊。那和日本呢，你想啊，没跟日本天皇见面或者是接触啊，简直没有机会啊。因为日本的宫内厅啊，将伊保护啊真好啊，日本的法律就是安尼规定的 啊所以咱就安那，刚才有一个机会跟伊见面，就是利用他的生日，所以咱过年去，今年过去，今年过更不得了。今年六七百支啊，去个满载满载，啊，佫透过关系去个日本天皇讲，讲叫伊目睭看咱遮，因咱拢穿乌色个，穿迄个叫做银色个迄个内裤带，啊，戴帽啊，啊，戴牙机啊。我甲你讲，虽然有两万人啦，但是目睭一定看咱个嘛，因为咱这个两百多个人呐、啊，太醒目了。同时，咱首先有派人。去甲天皇后讲啊，我有一阵台湾人摕着日本恁阿公的这个诏书，要来互你看，要甲你讲台湾的地位啥物件，我讲日本天皇已经拢清楚啊。所以我甲你讲吼，旧年起以后啊，日本的迄个叫做政坛哦，大地动，迄个叫做山谷亚麻塔尼参议员啊，即个质询，因为我问日本政府讲。到底台湾今天有没有日本有没有割让？没有割让，但是日本的外务省哦，固定的答案是啥？台湾的地位，我日本没有办法单独的表明。这种政治上的用语，但是你也看出来，以这个政治上的用语是什么？它的政治上的实际上的用语是啥？就是说我日本不能单独表明。表示说日本要跟什么人参详？美国嘛，美国如果说好，你可以还了，咱台湾就过关了嘛，按华语吧。台湾人若要过关，这关没有过，一定要靠日本天皇，还佫靠啥？靠美国。啊，这美国咱已经把握在手上啊，因为控告了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已经不得已要来同意我们了。所以各位，您谈到有看到，咱1月21号要伫《苹果日报》顶迄个半版的广告，你有看哦？有无？有看的，啊，佮有摕到牙签，拢有啦吼。然后，咱这个报纸21号《苹果日报》，你一定会看到。因为过去咱的报纸伫顶的时阵，有人讲讲你字写的那么多啊，谁会看呐、啊？好，这边敢那用图啊，你会不会看？会吧？会吧？你无想咩？你不要看图的款的哦。是安那要用这个图？因为咱整个的精神，就是要甲美国讲，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更不是中华民国人。咱什么时阵去变成中华民国的人？1946年1月12号，1946年1月12号，以行政院用公文、行政命令，公从1945年10月25号起，所有的台湾人自动集体变为中华民国国民。我们请教各位。你有同意变成中华民国国民了不？那有的举手，啊，无的举手，我嘛举手呢，无呢，我们没有同意，咱无自愿，咱嘛无主观，我们绝对不同意。教导力叫人权公约1947年的人权公约来讲啊，真清楚哦。你要改变我的国籍，你要问我的同意呢。我如果没有同意，你就不能改变我的国籍呢。因为人权公约第一条跟第二条说清楚，每一个人生来一定要有国籍，
任何人都不能把你的国籍去除。你用判死刑，也不能给你去除你的国籍，这很简单啊。啊，你中华民国违反国际法，将咱弄成变个中华民国国籍，所以我们不承认。所以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伊即马已经嘴哦太的呀，伊嘛唔敢甲你强迫讲哦，您拢是中华民国国籍。啊，为着不爱互伊讲话，要互台湾人相信，咱特别经1月21号要订这个报纸。这报纸顶过，哪个敢甲你讲其他的话？你讲你后摆拢莫甲伊讲啊啦，含这个图伊都看无，啊，那是番出可怜啊，真足可怜的啦。不是只有饭桶很可怜的，含这就看不你身躯顶所有的东西，给你证明说你是什么中华民国啊，你不是台湾啊，你的护照中华民国，你的身份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用的钞票包括铜板中华民国，你怎么讲你是台湾人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中华民国变成台湾？所以蔡英文他说啊，我们已经经过6次的修宪，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我从头看完看中华民国的宪法，没有一条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啊，你修的宪是什么两个宪？中华民国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呢？台湾人在修中华民国的宪法，你说他的头脑不错吗？不可能，但是你以前都不要说中华民国修，你台湾人在修中华民国的宪法啊，你就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在台湾实施，还是应该是实施中国人而已啦，啊，你去给邓票啊，邓票有关里面啦，你被骗我也同意啦，但是原因在哪里？因为你贪图30块啦。有人说奇怪呢，我邓票都不让我30块的走路工啊，30块什么钱啊？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啊？哇，你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30块算什么？你邓票给他对不对？你就又掏出30块给他啊，他说我都没拿钱啊，你的税金给你扣起来啦，他一票拿到你30块啦，有吗？有啊，无你有30块去无？有啊，有的举手你啊，有的不知道啊，你了30块，你自己搞不清楚呢。所以说，政治我不管，你不管对，但是政治会管你。他给你扣税金，你都不知道，30块去领去，不是只领30块而已，每一年你就又领50块呢。什么钱？政党啦，政党一年就又领50块呢，一票50块呢。啊，你看你领多少？80块呢，不是只80而已，一年领80呢。没啦，只那个政党是每年而已啦，那个30块是只头一次啦。啊，你有感官无？有感官无？没有，不感官的啊，做一些戆事都不敢说你啊。这是正港标标本身的台湾人啦，我嘛以前嘛同款，明明叫骗去啊，只CR硬嘴皮，无，我没有被骗，税金给你扣去啊，你不愿意也不行啊。啊，你看，啊，你政治有管理吧？昨昏哦，有一个同心啊，尹先生啊，因为太太来这受婚嘛，哦，这个先生都不高兴，可能不敢讲，因为太太较歹嘛吼。来，甲问过问过问题啦，我来讲吼，伊讲我都认真拍拼趁钱就好啊。我讲对，你认真拍拼趁钱，啊，你有趁着钱无？趁到即摆，我讲你负债。翁仔某两个认真打拼去做工哦，做工就是会赚，希望讲改善生活嘛。但做到今日变作卡债一堆啊！喂，一个人讲肯做就有钱，你是台湾今日啦，你肯做你嘛无钱，而且你的税金愈高愈多。你要交100块，你袂听。看看说你不听，像那鹅毛哦，去拖拖拖一支鹅毛哦，你不听，哦不听哦，给你拖三支，给你拖三，再搁拖拖五支，拖到你尻川尾都没有毛了啦。
没听吗？各位，咱台湾人不应该过这款的日子啦，对不对？你爱会晓讲哦，我交这个税，我是什么税？应该交的吗？你也要讲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啊，你台湾人是台湾，啊，你这恁这交那个地价税、房屋税，什么意思？你也可以交税，表示啥？这块土地有主人啊，啊，这个主人是什么人？是日本天皇，但是因为去占领，是美军来占领，美军委托中华民国来管，啊，你该扣税。所以你免认真来想讲台湾这块土地到底是什么土地，到底什么人的，讲个清楚啊！啊，那占领有什么好处？我若跟你讲以后啊，你会讲哎，继续美国甲占领，但是我中华民国占领，美国来占领台湾，第一，未当叫我去做兵，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嘛。第二，美国这个中华民国，甲包括美国，未当叫我交税金。我若交税金，敢会当用伫当地福利顶管尔尔啦，所以拢未使。亲像啥物，真简单，来做这条桥，附近的人家己爱交税金做桥嘛，啊无你钱没有得来。所以是这种的代志，啊你做生意，伊即话有迄、那个，迄、那个做生意有一个商业上的税金。那种还很有限呢，啊！但你拢无想讲你的收入在哪里？你的港口拢租给美国人，拢租给中国人，那是中华民国，伊敢有纳税金给你？有啊，无呢？美国人、美国的军队去用夏威夷、夏威夷，伊也交税金呢？这是全世界拢同款呢，国家。要来用这块土地的时阵，伊的税金爱缴呢？咱拢无迄个观念啦，咱拢想讲啥？我们要爱国，奇怪呢？爱国啊，我缴起来拢互你爱做官的提家呢？啊，毋是爱国，是爱遐做官的呢，对不对？足清楚的呢，所以咱也要咱家己本身的利益爱也要清楚呢，好不容易。咱干那靠一笔笔，即马伫争取，上无咱这样争取到，即马中华民国军队爱改善，中华民国的武器爱提调，啊，有人即马甲你讲诶，哦，中华民国武器提调，啊，你要怎么样防范中国？中国要不要去防范？听清楚啊，我们不用啦，美国你要防范啦，你甲我占领，你爱派卫兵来甲我搞，这国际法规定诶。跟那当时美国去占领迄个琉球的时阵啊，琉球什么人甲讲？美国呢？我跟你讲一个代志，你就听我啊。美国即马全世界有三个地方啊，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伊做一寡所处三个地方啊，永远使用的三个地方。因为美国宪法包括讲，你不能去占人家的土地，你不能再永远讲占一下不行啦。所以伊这三个所在租约。拢是99年加上99年。第一个，古巴的关塔那莫湾。1898年战争，美国甲西班牙战争。1899年一下西班牙的战书呀。1899年的时阵签一个巴黎条约。西班牙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永远割让美国。但是这个古巴，伊建军的时阵，伊国会有同意讲，古巴应该让他独立，不应该是当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1898年建军，1902年古巴就可以独立建国。但是附带一个条件，在美国讲，啊我占领，啊你别叫我离开可以，啊你这个所在爱租我，古巴，关塔那摩湾爱租伊。你当初的总统不同意啦，但是占领者讲的话，你只好怎么样？同意啊，签。所以签了以后，即马卡斯楚他不认，所以美国讲你不认也没有关系啊，你原来政府同意的啊。所以每一年我的租金我寄去国际银行，你要领也好，不爱领也无要紧啊。那我吼，我是感觉爱领啦，
嘿，钱买用够戆呢，你安尼啊，再来介拍官司也袂晓，请我去拍就好啊。但是爱搬我呢，我管好台湾民政府安尼好冇？你拢好啊，我拢无想我外地住咧哦。别人啊，滚头尾去争就，你拢好啦。台湾人的个性，你嘛较良心的讲，哎、欸，不好，有一部分要留给你嘛，较有道理，对不对？哎，好冇？过去拍拍手，哎、欸，较少啊，你嘛，他多较少，即嘛拍手较少，你嘛。第二个所在，普天间基地，普天间基地伫只琉球，因为日本天皇和美国战争，日本天皇失败，啊，美国去占领琉球。1972年的时候，要行的时候啊，有一个条件，讲你普天间基地爱租我美国。啊，这美国租的时候啊，伊迄个也是咧佐藤荣作去签的啦，甲尼克森签的啦。佐藤荣作去签的时候啊，伊讲普天间基地爱租予美国哦，99年加99年。啊，伊讲这政治人物哦，签这个物件哦，唔敢讲咧，因为哇，这若讲咧，佮是等于佮日本去用拍死。好、哦，人家租约99年加99年，啊，到期还可以再续租，所以伊遮将迄合约提定哦，唔敢交我日本政府呢，提等引导去扛。啊，死以后啊，因查某囝才提出来，最近才提出来，这两年提出来。啊，所以哈多亚嘛，鸠山呐、啊，伊讲哦，美国要离开普天间基地，罗伯迄个租约，美国提哦，啊，这有算无？你来看，有啊，有算来无？你家己签咩啊？啊，哈多亚嘛，怎辞职下台？就真清楚。台湾有一天，这个普天间基地是99年加99年，到了还可以再续约。台湾嘛，这土地赶快呢，什么所在？内湖啦，内湖的土地，迄块土地20000几平哇，99年加99年呢。地址就是内湖的金湖路100号。金湖路啦，100号，你可以在网站上面去看金湖路100号。金湖路100号啊，我跟你讲，伊个地下线吼、啊、是亚洲地区，即个全世界上界大个军事基地。下塔3站，会当召舰车，800名个海军陆战队要住伫遐，当然不用怀疑了。很快你就会看得到了。AIT 是因为台湾关系法所设的，是一个民间组织。本来有450几个员工，到12月底，去年12月底，减加剩40个。奇怪吼、哦，40个要住迄20000几平的所在。各位，中华民国唔敢讲，美国嘛不爱讲。因为800名海军陆战队要入来，啊！你讲干啦800名啦，哈！其实，28000名海军陆战队会到全台湾10个基地。啊！奇怪，你要来啊？中华民国唔在温州嘛？中国会不会同意？真正有足侪戆人会安尼讲呢？什么中国要同意？干啦！我即马你甲你讲，咱台湾民政府应变成台湾政府。啊，竟然有人讲啊，中国会不会同意？跟中国什么关系啊？于情于理于法，你中国和台湾已经没有关系了。简单的讲，你就是讲，你阿公将这间厝卖给人，你即马讲要甲接，你讲哎、欸，啊，我阿公迄当阵哦，跋筊表叔的无准绳啦，还是什么理由啦？安尼无准绳啊？安尼敢袂使？袂使，因交挂给人嘛，交挂已经过户。贵名贵料的嘛，你怎么要把那个土地要回来？不可能嘛！我是要求中国，他要面对现实。你马关条约挂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这些土地要给日本天皇，只不过是因为战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来的。日本天皇已经将伊国家的代志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就是讲台湾这个问题 suspend 吊起来，这吊起来有足多人看无啦。我要讲一个例啦，
一个查某囡仔还未结婚，我问你查某囡仔有户口无？有无？啊，这细声呢？啊，这有查某这多啊？你有户口无？啊，你还未结婚啊？没有结婚以前有没有户口？没有户口的请举手。拢有嘛，对不对？啊好，你有户口。啊，你嘛嫁着一个心爱的人，不管是你家己做主也好，你的爸母家己做主也好，还是不小心给你嫁以后，你的户籍就迁到夫家嘛，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户口变成夫家那边，对不对？你袂当讲我嫁了以后我才有户籍呢，我没有结婚以前没有户籍呢。甲台湾的情形同款，台湾的地位，因为就这样和平条约，所以这个地位还没有到最后终结的时阵，台湾仍然有地位呢。哎，地位是啥？日本天皇所属的土地嘛。只不过日本天皇未当直接来给你管，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台湾人会当啊，祖地，啊，这祖地严格来讲，有一点像什么？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区跟自治，他们讲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为了要让咱所有学员较容易了解，我用自治 （self government） 用这两字啦。其实呢，是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别行政区有什么情形？你知道吗？因为你两公自治的时候，哈，你都有一个选出一个总统，还是选出一个总理。特别行政区怎样呢？你有一个总理，但是日本天皇要阁对这块土地，要阁是伊的有权利任命一个总督来自台湾这块土地。啊，这总督免啦，因为日本天皇你没有权利啊，你袂当来算啊，你不能直接来干涉台湾的内政啊。所以，那叫纽西兰加澳大利亚的做法，就是由总理来推荐总督，报予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来任命这个总督，伫台湾的总督府，哎，做好看呀，表明啊，所有的事情，总理决定就是决定啊，啊，总督陪到边啊签一个字啊，啊，你即摆就变成讲啊，总督如果不签字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啊，你如果不签字啊，总理就甲换掉啊，佮报一摆给天皇佮任命啊，啊，即问题呢，这宪政上会有点危机呢。如果这个总理辞职怎么办？这个总督呢？是不是要跟着辞职 ？No， 天皇任命，那能随便辞职？纽西兰、澳大利亚都发生过这样的宪政危机啊。所以呢，后摆咱台湾下这个基本法的时阵，咱都要叫一挂人，一挂较专门的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咱台湾的基本法，台湾将来不会写宪法，因为咱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只有能够写基本法。基本法等同宪法一样，但是基本法跟宪法仍然有差距。哦，讲这太深了，跟国际班才来讲，继续讲了哈。哎，这有较深了哈，但是我是甲各位讲。台湾的地位不离亲，真的不离亲，所以你就要呢，你就要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看。今日咱台湾的地位要决定的以前，咱要先解决中华民国。我来甲问讲，啊，中华民国你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有没有办法解决？你有想到方法来举手我看，有啊？你不要动，我跟你讲好吗？啊，别听我，啊，你不要拜托我，不要跟你讲。很简单啊，五分钟就解决了啦。一千几多哎，马英九请上飞机，啥用呢？解决了。上家讲诶，美国现主席住伫香港的领事讲诶，讲一摆就点名，无敢去讲诶。所以，迄当阵闹的时阵呢？中华民国我要解决太简单了，我只要直升机一架就解决了。美国的飞机随时入来台湾，你敢不知道？中华民国要把它解决，咱现在强烈要求马英九你要把它载走。咱当然跟马英九是无冤无仇啦，但马英九是很笨的一个人，您相信吗？
上前举手，啊，无上前举手，然后你无为着你两个人，我甲你讲一摆，马英九跟我高中同一起的，马英九很笨，他不会念书。阿拉贡，我是联考考进去建中的，啊，马英九是保送的，保送是什么意思？这样，哎，不用考啊？为什么不用考？老爸做足多哎，有中国人就可以保送华侨。他保送建中以后，未晓读册，甲啥物程度呢？哎，我讲的福建呢，这有录音呢。他的高一数学48分呐、啊。你知道考过高中知道数学如果没有满50分连补考不行的，要怎样落地，现在可能没落地了。我那当初要落地呢，留级啦。我有人问你们说、啊、什么叫落地，你弄一个袋子让他掉进去要留级啦。扣因老爸的关系让他升到高二，所以他的不会念书啊，是我们在学校是有目共睹。但是呢，伊迄个头啊，很得年轻女孩子的喜欢，所以迄年选举的时候，我会记得，我伫台北车头，我有看到，哦，我行过，讲哇，查某囡拢叽叽叫咧，哦，系啊，系啊，系啊，稳定的，稳定的，果然无错。选举以后啊，人做迄个记录讲吼，有2/3的女生票都是投给马英九啦。马英九后面他就去建中，他现在在建中的时候、他就去读文组啦，因为不要读书嘛，都去读文组。但 我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不会念书才念文组、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啦。24个班，两个班是文组，一个是社会组、喔啊、一个是本地、啊、一个是侨生、啊、他是侨生、啊、他是高三18班、啊、你不相信，你看我的毕业纪念册，高三18班你又看到他的相片了。他考大学对吧？我说他不要读书，我有证据呢。他不是台大呢，他靠保送，因为他考试考掉对呢，淡江啊，保送加分，佮入去台大法学院啊。你也看嘛，我说因迄工作不要读书的原因，我讲你听，伊有两个姐姐报作有写嘛，拢去共代考，讲别你迄种假，我跟你讲，迄种是保送的啦。所有北一女去人代考，敢那一人代考了，迄、那个囡仔无调的，伊会做这班的。代考名个啥啊？讲替人考试吼，一定爱家己足够读册嘛。啊，人可能看讲，北一女唔够读册，北一女去人代考无调，看了闹开着。啊，法院吼安那判呢？更离谱。哦，马英九，你的姐姐，帮人家代考，结果对方没有考上，所以没有罪。中华民国发的呢，笑死人呢！我不是你讲假，我讲真嘞，报纸有呢。全部代考的，敢那因姐姐去代考，因为讲考无条，安尼无错呢。啊，实在足可恶，我感觉咱台湾足臭臭鱼。啊好，卖人去读法律系，对不对？台大法律，啊有足搞的无？不是啊，有名的，哪有搞？我跟你讲，迄咪考你搁听无？因迄届台大法律系刚好一个人考无掉，就输啦，名叫做马英九啦。你咪去看，你看迄届台大法律系刚好一个无掉，马英九啦，甲加嘛嘛啊无律师的资格。啊，这个保送是靠张中山奖学金去哈佛的呢，哈佛你若高级好伊吼，谁都可以来了，阿猫阿狗都可以念哈佛啦。爱、啊、去读哈佛以后哦，哈佛毕业的。美国的人，所有的人未当无调迄个美国的律师，嘛干那一个人尔啦，名叫做马英九。啊，你讲有搞无？有搞无？干迄个红阿头啦，帅哥，那有帅？伊讲来，本来讲，我嘛60几岁，难道你会叫我小林吗？那你叫伊啥？小马，多恶心呐、啊！老了那么小马，咱台湾人哦，我说干嘛真好笑？安那呢？因媒体哦，用媒体给你封造神，上届考的金嘛金嘛，马英九以前伊的求学经验就是用这套的嘛，
已经慢慢开放，和中国人来台湾高中开始，都往去建中去读起。我跟你保证，伊拢行这套啦。即马建中读起，往去保送，过去台大，台大你又过去哈佛，都等来讲哦，优秀啊，很优秀啊，啊，都去做总统啊，啊，你台湾人够要管啊，各位。台湾真的，你若无将这伊这牛皮给戳破啊，那么永永远远在因中国人的统治之下啦，这很严重的问题呢。台湾人呐，谁要看引导？要做总统都无可能啦，谁要看水？哪毛拢无可能？刚刚一个样子啦，我的小妹叫林志玲，太假啦，因为他的名字跟我根本最后一个字哈，无共款啦，我常在开玩笑啦。那不是真的啊，我告诉你们，那个不是真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台湾人生了比较缘投的，绝对都给你封杀；生了比较漂亮的，台湾人也给你封杀。各位，台湾人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台湾人都赚钱了呢，扣二座的都是台湾人，你去外面看看。做工，别说做工了，大行都是台湾人啦，啊！前阵我也够足感动诶，人刺激下只，迄先生足引导，咱听人讲，啊嘛生得真好，啊！我勒认真做工就好，我勒认真做工，啊！你交税，啊！交到即马你负债，各位，咱若讲安尼生活，啊！认真拍拼你趁钱，啊！佫趁无钱，啊！咪足可怜诶，敢毋是？咱都爱啊，台湾人都爱。想办法将台湾的地位给它正常化，过着咱应该真真正正台湾人应该过的日子。我们只有这样要求，没有过分啊！我跟美国嘛安尼讲啊，我台湾人没有什么要求，我只要让我们台湾人，我若做一份的工，我会当得到一份的报酬，安就好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你讲对不对啊？对。咱在这里上课，我无鼓励讲你要去革命，你要去拿刀拿枪，我没有这样劝你呢。我只是跟你讲，在现阶段我们会稳赢，一定会赢，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咱对我这边嘛是讲，台湾民政府在两个月以后正式的得到批文的时阵，我们就变成台湾政府。你们人即马欢喜，等于开始讲我是台湾政府的代表。我感觉真正有足多人安尼啊，我无爱骗你。所以吼、哦，较慢的吼、哦，总会让你当代表，安尼好不好？好。底下嘛是爱讲吼，我是台湾民政府，你可以这样讲。你说我是台湾民政府第47届的代表，安尼在无？在无？47届会记得哈。很快，你爱看网上。什么时候我们通知说可以改台湾政府，你就改。啊，那很主席耶，台湾政府也较爱五字四字啊，对不对？台湾民政府，啊，你看有无？有无？有会举手？唔通讲唔对的哈，这真重要的哈，唔通讲唔对的哈。我们当成台湾政府以后，咱即马开始去规划整个台湾政府的 structure 的结构。我们将来的结构呢，可能会分成政治部分，还有一个是事务的部分。啊，这个题我们去仿照那个叫琉球民政府，琉球的美国的琉球民政府，赶快台湾民政府跟琉球会走一样的路。到落尾的时阵，我相信美国、日本会联合。本来美国是希望中国唔通去往消灭。他是帮忙美国，你也觉得很奇怪，而且国家啊对你美国无好处，啊，就给消灭就好啊。美国他的思想不是这样，你拿中国给消灭，也叫苏联请起来，所以伊为着要告苏联，要跟苏联拼，伊甲中国迄个时阵嘛暗中甲帮忙苏联，帮忙中国，不爱让中国被苏联消灭，但基本中国变起来，因为。伊利用伊很便宜的工资，吸引了全世界上所有的投资的钱，所以伊即马有钱。这个时阵，美国开始为即马开始改变政策，为啥是为去年开始，先来讲，美国将重返亚洲，为这个开始。你也想看麦啊？你认真甲想，
美国重返亚洲要回到哪里？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亚洲的地区是美国你的土地？对吧？台湾啊，因为马关哎，旧金山和平要清清楚楚嘛，只有台湾嘛。但是伊吼、哦、要回来台湾，伊个不爱跟你讲嘞。大行你俩讲啥拢 no， 台湾想独立 no， 台湾要独立那个 no， 从来还没有讲一声公 yes， 咱就来逼逼讲。你要讲 yes 啦，因为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你要讲 yes， 美国已经讲了 yes 的啦。所以1月21号马上就要到啊，我很期待这一天到呢。这天若到，华盛顿邮报至少印500万份，给全世界194个国家，那些人、那些头都会接到。美国也有500万份的这些广告，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看到那些广告非常感动。哦，多亏你们台湾民主，你们这群人非常努力，没有放弃，能够坚持到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一定要把你看在最醒目、最好看，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看到这篇的文章。咱在2005年的9月20号，咱也订，在华盛顿邮报也订一次。啊，这摆你订哦，就较简单了啦。因为这摆的时候哦，因讲你要订这个报纸，你要合理呢，要完全符合论述呢。有台湾人想要甲订讲台湾要独立啊，未通呢。安那讲，美国甲你讲个不能独立啊，那个独立。所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像是美国官方的报纸一样，一定爱讲啥，爱讲法律。所以这篇文章一个顶落去，我会当跟你讲，对台湾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1月21号，咱同一天在《苹果日报》要顶咱即马恁大拢看迄篇，按农历初二，大年初二，咱要在《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头版，《自由时报》这个三个报纸。一样登一样的报纸，要让台湾人看。你台湾人哪个敢讲我不知道台湾政府，不知道台湾民政府啊？那一种人叫安那去黑啦。因为哈、哦，我上课我一直歪歪讲啊，私底下我来讲啊，还饭汤还未白上呢。那份您看有无？看有无？好，看有举手，拢看有嘛哈？好。就忘了，这份你就知道嘛。所以后摆啊，什么人跟你编，你卖跟伊讲啥？来送你一份啊，一份加收一百万啊。总有一天，我要让咱台湾人，不是欢喜呀，出头天没有错。各位，咱来出头天好冇？好、嗯。我做足久诶。蔡英文算不掉，讲足多人足有做嘞呢，讲要得到忧郁症啊！我你什么忧郁症？好佳在蔡英文无掉呢，我跟你讲，蔡英文啊掉啊，真正台湾就赶去中国去，我跟你讲，什么？差不多一个月前，伊去美国访问的，伊讲啥？我们要给中华民国空间，阿伯不给宣告伊，谁给台湾人空间？那你空间几多？那你做工，那你交税金，那你交这个去替去做兵，那敢有空间？那无空间呢？那破病要经一个病医要病成，你都很难呢。你拢未破病牙齿，我看卖呢。啊，那破病你要马上有病成的牙齿，我看马上有病成啊，吓搞哦！啊、好，您家这几个后摆拢卖卡电话，给他讨白听。我跟你讲，你若台湾人，你尽管去睡急诊室，我跟你讲，困两三天你就无白听。台湾人好，什么时阵变安尼啦？啊，健保敢有真正健保？大医嘛爱交钱呢？台湾民政府真正健保，所有人一切拢免钱。
有容易啊哈，这作证，你时间让给他读讲，哎，你讲的哦。但是，那流亡的难民不可以健保。现在荣民医院改成台湾的老人医院，老人去看病拢免钱。安尼咪对，对不对？对。哦，变医生拢变足多呢。到现在是足无公平，我是愈收愈受气呢。台湾人啊，较细汉吗？有影较细汉啦，黑蚂蚁嘛。台湾人黑蚂蚁足久的啦。遐红蚂蚁拢是啊，吼、哦。高高在上，讲伊是高顶的人啊，高顶的中国人啊，啊，咱是咱拢黑蚂蚁啦，干那会晓做工尔啦，会晓做奴隶尔啦，所以嘛，对着遐个人吼，咱你甲讲，伊若袂晓要听，我拢歹甲伊讲，甲讲一句话就好啦。好啦好啦，你要做奴隶，继续叫啦。你若好大胆，你永远卖来申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罚款，咱的身份证。啊，搁咱未来迄、那个旅行证件，挑清楚啊，伊唔是 passport 哦，叫做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因为即嘛是要搁占领地，占领地唔是要发 passport，passport 是主权的国家才能发迄 passport， 是旅行证件。我们的旅行证件，那今年内底啊，那搁无落来哦，安尼我这个人哦，后摆拢不爱上课啦。台湾的旅行证件在今年内底，美国一定要给我们，对不对？我有几啊届，我讲遐边遐直升机啊，因为咱无电费，没有那个灯啊，因为遐电费啊，未必买啊，咱无地好买啊。啊，爱买有费啊。啊！全台湾所有的电器行，无人伫卖迄个货诶。但是我故意我甲你讲，你坐好啊。三天前，美国政府已经把电灯送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很快的速度会把这个电费甲增起来。这电费安怎增？你知影？知影举手。你知影？你知影啊？电费真安尼甲倒咧，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了啦，电费要装在土地上啦，啊，土地上面有那个玻璃啦，防撞防那个要给它打啦，什么话都不要紧的啦。哦，原来是这样啦，美国说只要红灯我们就不会下来，绿灯我们就在这里下降。还有一个事，你也要用电脑压手。好，来，酷哥二十，你知吗？有那个酷哥 map 啊，你去点哈地图。你若要画了台湾民政府的地方啊，真正的地方啊，我随在你。美国医院从咱台湾民政府这个路、这栋厝哈，的位置哈、啊，在那个地图顶完移到高速公路上，意思一下。万一若中国咧起笑，想要甲咱拍飞弹来拍袂着咱啦，拍着对高速公路啦。啊，过来，那真正要看到咱美国已经摕咱的这个大楼的上面啊，覆盖了一层哈云呐，覆盖了一层云呐，让你永远看袂着咱这个所在啦。无云嘛是有云呐，安尼有诶，我阁唔知影讲啊，美国在保护我们。我都无看到美军呐、啊，给你看。各位，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台湾政府的组织呢。啊，欢迎无？你有幸运无？有无？你也要看到网络会来受训，啊，朋友给你介绍，你搁相信，也要来受训，啊，搁足侪人听听，啊，搁不要别来，我无咧骗。各位，我们成功在望，胜利在望。所以咱各位家己本身的学识要再提高，对你对台湾的论述要再清楚，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今日呢，我要拜托咱的总理哈，爱甲咱讲一寡话，啊，那议长也要讲一寡话，所以我的上课要到这结束。啊，各位后会有期，高级班2月15、16、17，欢迎提早报名，多谢，谢谢。请起立。今日，啊，各位请小坐下。